学营效密，营八岁能咏诗，密七岁能赋棋。彼颖悟人称奇，而幼学当效之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北魏祖营八岁咏诗成章，唐代李密七岁做出奇赋，人们都称奇羡慕，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应当效仿他们。再读一遍，营八岁能咏诗，密七岁能赋棋，彼颖悟人称奇，而幼学当效之。